谢谢剧组的主创人员，还有在座的各位粉丝来参加我们《时光与你别来无恙》的开机。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不大了解，所以那会儿比较腼腆吧。初印象就是一个特别高瘦，然后很懂礼貌的一个人。最感动的就是只要你需要他们就在，就是你每一次重要的决定，就是包括工作也好爱情也好，我都参与，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最好的。这是一部在我心目中神圣的一部剧，正如它的名字说的一样，也许你会看到之前的自己，那能否跟之前的自己说一句别来无恙。确实真的很冷，就是冷到就是控制不住。李哥，再来！李阳，回来再来，回来再来，再来！开心能在《时光与你别来无恙》中与大家一起相处了55天。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多多关注《时光与你别来无恙》。杀青快乐！